歌的这样一些商店，如果没有关门的话呢，让各位呢看一下，让各位看一下。如果关门的话，下午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卖表，找卖表，看表的。我们现在所处的综合是十五个人。我们这个护院成立在驻扎至清代新疆最高的军政机构，就是当年李义烈将军、新疆最高军事长官烈将军的办事机构——烈烈将军府。所以说，护院城呢，它被称为是清代新疆第一大城市，是清代新疆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上最重要的一个。另外，在这东大的这个烈烈将军府，烈烈将军府被称为是清代新疆1964年，最近一次维修呢是1981年。可是你想看的那个不是唯一。